各位乡亲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KN 阿金啊，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末日僵尸。上礼拜了，我们打输了这个牛魔王。Delicious， 很好，我知道你肚子饿了，但是不要这样子看着我，好不好？我很怕被你吃掉。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我们必须要找到可以打赢牛魔王的方法。相信各位观众已经猜想到什么方法了。我们先上车，不然这个僵尸已经围过来了。赶快，快快上来，走走走走走。我们先回到我们这个秘密研究室。感觉非常的远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一段直接跳过。好了，我们秀一个呢。现在人已经来到了城市，秘密研究室就在前面。这一次呢，我们必须再做一些新的人体试验，不然你也知道的，牛魔王不是这么好打赢的啊！这一次的人体试验应该会成功的吧？来来来，你们两个过来，跟着我一起进来。哦，走错路。这个钢铁浩克看起来也是俏皮俏皮的哦，里面真的很暗欸，他可不可以开个几盏电灯啊？我感觉我身上的这个黄金的这个灯泡都比他还要亮啊。好啦，这个室内我完全没办法看到我的头啊。我们接下来必须要做一个融合，融合呢就是为了让我们变得更强，所以我们三个呢必须合体，唯有合体呢，我们才有机会可以打得赢牛魔王啊！那我们准备好要使用熔炉了吗？熔炉就是我们这一台哦。这一台硬要说它是熔炉啊，它明明就是洗那个，你们知道的，我不要讲出来，你们应该知道这个是洗什么东西用的啦。好啦，那我们要进行融合。融合完怎么剩我一个？其他人呢？怎么都不见了？这个剧情怎么会这样子？融合完剩我一个，我又打不赢牛魔王。奇怪，我去外面看一下好了。事出必有因啊，没有看到人啊。等一下，这边怎么有一个奇怪的影子？等一下，有点看不太到。我先开车去别的地方，走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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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个是什么东西？哦，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融合完看不到人。那是什么东西？哦，你们看，有一个东西正在那边一直跳，一直跳，是什么意思？看不是很懂啊。哦。这一只不就是我们的哥吉拉机器人啊？所以我们只要把黄金浩克配上猛毒，配上悟空，就会变成这一只。哦，这一只真的有机会可以打赢这一个牛魔王了。都是我们必须先想办法让他上车啊！他一直在那边跳跳跳。他过来了，他过来了。他要上车了，我们看一下他要怎么上车。这么大一只，他上车了。我们拉远距离看一下，他就这样子，这样子待在我的车上，看起来也太奇怪了吧？这样会撞到他吗？这个东西会撞到他？不会，可以冲过去。傻眼，感觉还行啊，还蛮安分的，对不对？他人怎么又不见了？不是，我要载你去打牛魔王，你不要这时候不见啊！他怎么突然跳我前面？而且他发出了红光呢？他之前有这样子红红的吗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哇，看起来有点可怕对不对？他这样子跑步看起来有点恶心。我们先跨越这边，他过来吗？他会不会被卡住？可以，他在高架桥上面爬。哦吼吼吼，哦吼，
太奇妙了！他干嘛？他干嘛？哇，他那个走路声音超吵的。好，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应该就有办法打赢那一只牛魔王了。来吧，牛魔王，你在哪里？哦，他干嘛？他干嘛？干嘛？他干嘛？他干嘛？坑坑坑坑坑是怎样？哦，很可怕呢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继续往北边出发。等一下，牛魔王怎么在这边？快！哇嘞，我直接飞起来！哦，哥吉拉，机器哥吉拉，打他！我飞超远的，哎，这应该是史上汽车飞最远的一次吧？飞到远到看不到人啊！这太扯了！哇，哇，哇！这车子还能动吗？还可以动，这台车可以买啦！我去找他们。我也被揍飞太远了吧？远到一个不可思议耶！这边离那边超远。我看到了，我看到哥吉拉了。牛魔王有过来吗？哦，他又生气了，他又生气了。哦，他追过来，他追过来了。哎，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！哇嘞，我又被抓起来了。哦吼，哎，不要再把我揍飞了，我想要看一下你们的战局啊。哇嘞，哎呦，牛魔王来了，救我！哥吉拉，哥吉拉人呢？有有，他在追他，他在追他。我又在飞了，我怎样是被当足球踢是不是？飞超远的，怎样？我跳下来，来往那边飞。我知道，我不要在载具里面就不会飞这么远了吧？简直就是傻眼。来，哥吉拉来这边！哎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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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先去旁边，我先去旁边！哇嘞，哇塞，凶狠啊！我先找个地方躲，你们在旁边打、啊。哦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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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了，我们先逃远一点哦，不要一直抓着我打、啊，你先去打那个哥吉拉。哥吉拉比较好打、啊，不要，会死啊！哎呦，哦，他们打起来，他们打起来，他们打起来了！哇哦，两个神仙在打架，哎，对，打下去，对，完了，要天下大乱了！哦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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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打我了！这一集我只有挨打的份而已啊！所以我必须找个地方躲起来。欸，其实这边好像蛮适合我的。桥下，哎呦，桥下还是会受到波及的、啊。哇塞，你直接这样把我抓起来犯规啊！放开我！哇、哦、吼，哇、哦，他们打得好凶哦。傻眼。哦，掉到这边，好，我们趁现在赶快跑，赶快跑，他们不会追过来的，他们不会追过来，安全的，安全的，安全的。哦，不行啊，这一集这样子太危险啦！哇嘞，我摔下来之后怎么好像没什么声音？等下，我必须先上去一趟。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呢、欸？怪怪的哦。嗯，他们两个不见了哎、欸，牛魔王跟这个机械哥吉拉两个直接消失。这边有一个载具，我们先把这台载具给开走。啊嘞，这还是坏的，坏的不要放在这边呐！糟糕，现在是什么情形？我好像听到。
哥吉拉在怒吼是不是？还是我听错？还是那是火车的声音？那好像火车的声音耶。糟糕，这边没有车子啊！我是要跑去哪里？先往市区一点的地方跑吧。前面比较市区。哦，好了，我一路逃到这一个警察局这边，这边应该比较安全的吧？哦，傻眼，不知道那个牛魔王有没有死啊？总而言之，闪就对了，不然圣牛魔王在那边，然后我走过去，不是单纯被他杀吗？哦，终于逃到这边了。现在他们的生死我完全不知道，只能听天由命了。好啦，那么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最后呢，我要感谢这些加入 YouTube 会员的人，因为有你们让阿金变更好，感谢你们，就这样。